快点快点。哎哥，我是想吃个水煮肉片，你给我做个水煮肉片吧。哎呦，我做不了，我炒白菜。哎哥，别，你看我给你拿这个，这个给你，单独给你。哎呀，你早说嘛，这点事儿我媳妇儿愿意吃。还行，那哥你快点啊，我都饿死了。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用这些肉啊和菜做个水煮肉片，我媳妇儿相当愿意吃。来，朋友们，咱们首先准备一大块鸡肉，取其精华。咱们首先将里脊肉啊给它切成厚厚的大薄片，切好了肉里边加点盐，来一个蛋清，来一点土豆淀粉，来点料酒去腥。咱们给它抓匀之后吧，腌10分钟就可以。咱们给它抓匀抓上浆了之后吧，腌10分钟就行。感谢每位给德德点双击的朋友们，谢谢您的支持。求大家一个事儿啊，张新瑶又能唱又能跳，现在正在参加节目，如果观看着节目的朋友们替他撑个腰，谢谢朋友们。起锅烧油，来一勺豆瓣酱爆香，来一块火锅底料，来点葱姜蒜爆香，来点干辣椒和花椒，炒好之后来一罐啤酒，再加入生命的源泉。火锅底料啊本身就有味道，咱们加点生抽酱油就可以，里边别的不用加了。开锅之后把捞出底料，下自己喜欢吃的青菜给它煮熟，蔬菜煮好捞出铺在盆底。咱们下肉片煮2分钟左右，咱们煮完之后连汤带肉倒入碗里之后，咱们放上辣椒和麻椒，放上葱花和蒜末。起锅多烧点油，油温80热，浇油。来，水煮肉片好了，开始。